这里好像没有埋伏。二排在前，三排靠后，过河。 知道正在鉴定的这具头骨是谁的吗？斩马行动，马德瑞，我军高级领导，日本鬼子为了消灭他一个人，出动了整整2个连队6000多人。延安总部为了掩护他突围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在附近各县发动了10几次的攻击。 解放后，我们一直在寻找马德瑞尸骨的下落。这是几天前几个农民意外发现的。军区领导很重视，咱们军长是马德瑞的老部下，他亲自过问这件事。警卫连的报告说，埋葬马德瑞的时候，有他的皮包和皮带，上面有他的名字。这是致命的一击，是吧？ 右侧射入，左侧射出，3米内近距离射杀。近距离射杀？可警卫连的报告说马德瑞死于鬼子的榴弹。好了，明天上午8点，办公楼1楼大厅首长接见室门口，军长召见我们。
由此判断，应该是被枪口顶住太阳穴，近距离射杀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的确说不通。根据警卫连幸存者的报告，马德瑞首长是被远处敌人的榴弹所击中的，这我们反复的确认过。可这伤口和这个说法相矛盾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怀疑，这个尸体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了？你们是说，老马他还活着？可这皮包和皮带都和报告相符，他们就枕在遗体的头骨下。刚才你说说不通，搞错了。那就是说，老马现在他还活着，对不对？首长，我觉得马德瑞已经死了，这尸骨就是他的。放肆！物品是马德瑞的，伤口也是马德瑞的。说他们矛盾，那是因为警卫连的证词。没死！快！快送医院！是，快，小心！赶快，用我的车！你胡说，我爸没有死。你说，警卫连撒谎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你是想说，警卫连里的人杀害了马德瑞？还有可能。警长，他是我们处理刚分裂的军大毕业生，市里那名志愿军烈士孙英是他的弟弟，可他并不了解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？有，概率极低。让他查。啊，烈士的哥哥，让他查，给他所有的权利，让他负全部责任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一定查清楚。是。这里是刚查到的至今仍健在的警备连人员名单，一共有四个。当时突围出来的警卫连只有八个人，后来四个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。王树是连长，后抗美援朝任团长，在一次突袭行动中被俘，现下落不明。宋伟1945年复员，一直在家乡做石匠。杨双喜，淮海战役负伤，1949年转业，现在是县民政局副转科科长。骆霄，现在是咱们军直属高爆团副营长。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而来吗？当然知道，不是为1944年首长牺牲的事儿吗？现在知道这事儿的可没几个。想知道吗？那就先喝点。我以前梦见过拿这玩意儿冲锋，跑得很快。哎，你梦见过这样吗？啊，没有。打仗就是他娘的死，不是俺死，就是你死，不是你死，就是他死。只不过是啥时候死，死在啥地方。不过这些都不打紧，知道吧？
不知道。当然了。你看俺们警卫连，过河前80几个人，等真正上了岸就10几个人了，都他娘的不怕死啊！都是有死脸的。给放开！放开！背包，背包，绷带！绷带！芦荟！谁带芦荟的？谁带芦荟的？找找！没有啊！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快找绷带！快点！快点！给我！大亮，给我！大亮，没打穿啊，没打穿，就擦破点皮。大亮，大亮，你怎么样？大亮，冷。兄弟，挺住！王叔，真他妈冷啊！要是有的火就好。为什么这个抬担架的人身边画个五星呢？这小子叫宋伟，团过伪军。这种人政治上靠不住，得防着点。首长马德瑞是什么时候牺牲的？那是一个时辰以后的事情，也可能更短一些。杨双喜，我是宋伟。要想活命，就跟着我突围。快！首长和王连长呢？首长死了。首长死了。枪声不是从敌人的方向传来的。俺记不清了。罗霄。枪声是从你身后传来的，对不对？首长是被谁杀死的？滚！滚蛋！妈蛋！有人吗？谁呀？什么事儿？军部保卫处的，问马德瑞的事儿。宋伟。宋伟，这小子叫宋伟，跑过伪军，当过文书，这种人政治上靠不住。坐。
说说马德瑞的事儿。这个旗，车马炮、象士兵，都是为了这个将。将死了，满盘皆输。这，就是道理。说马德瑞的事儿，你当时不是背过他吗？一盘棋，就是为了一个将。如果这个兵要是他想活呢？莽夫冲锋陷阵，死，闹钟一样的死。还有一种人，一仗不死，仗仗不死。有人说呀，这叫命。我看不是。这种人能迎着敌人的炮弹跑，也能看见敌人鼻子上的汗珠，突然间冷静，冷静才能得势。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？我在战场上能认得出这种人，咱就跟着这种人。战场上血肉横飞，首长却像在另一个世界。跟着这种人，活下来的几率就被放到最大。活下来了，我的判断没有错，这个人不简单。马德瑞是怎么牺牲的？常胜将军慢慢的就信了那是他的命，可现实会突然告诉他，那不过是一种错觉。错觉，那突围出去就八九不离十了。来，扶我动一下。首长，你站不起来了吗？伤骨头了。那出不去了，不可能抬个人过去。那慢一点走呢？根本不行。那是条悬崖，没得走。两个鬼子前后一躲，全是死。我看到首长眼里有一种光，瞬间熄灭了。那是刚刚得到的希望，一下子被夺走时产生的无法挽回的绝望。既然想活，
为什么早你不逃跑？带枪逃跑，就地枪毙。再说，我们在鬼子的包围圈中，是自己一个人，还是跟着连队突围的几率大？换了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换了是我啊？什么叫换了是我？这一枪，是你逃跑的时候马德瑞给你留下的。首长的枪过河的时候就丢了。这一枪是日本鬼子打的。马德瑞是被谁杀死的？首长，绝望。绝望就会惊慌，惊慌就会恐惧。恐惧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是谁开的枪？鬼子，回去吧。这个月的烈士家属没有油，就发了一袋米，你不在我就帮你领了。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孙英是祖国的英雄，是咱们家的光荣，你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啊？小奴一时。你没看见你弟弟，嗯？什么？你弟弟在碗里。绝望就会惊慌，惊慌就会恐惧，恐惧是自己最大的。首长和王连长呢？首长死了。我知道马德瑞怎么死的了。我做的任何事，完全取决于对我的利益。我救了马德瑞，马德瑞也救了我。跟着马德瑞，活的几率便增大。但马德瑞同时也是敌人的靶子。跟着马德瑞，被敌人杀死的几率也增大。这该怎么办呢？热了。真正的胆小鬼会为了保命而变得勇敢，比如说可以自残，也可以杀自己人。你说的真好。更好的还在后面呢。你想想，绝望。那天晚上我必须从悬崖走，可首长不能走，
没有马德瑞，整个警卫连也不会走。接应的人更不会独自带着我走。可是，我必须走。头骨的相片，近距离击杀，不是鬼子榴弹击中。这真的是马德瑞？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可以把他留给我吗？你想留他？你对枪杀很在行，我告诉你吧，当时我用的子弹都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过来的炸子儿。如果我用38大杆顶着首长的脑袋，砰，你们还能找到头盖骨？就剩下骨头渣了。我的胆子是很小，我也想活，可我绝对不是一个坏人。这是常识，我们以为你知道。对对。这肯定是手枪打的，当时只有首长和王连长有手枪。对对，马德瑞的枪渡河的时候丢了。呀，你还说宋伟挨的那一枪是马德瑞打的，这是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当时很乱，大家都被鬼子打得抬不起头。你说宋伟是伪军降兵，你说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，你说你一直提防着他。说这些的时候，你没有撒谎吧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宋伟告诉你首长马德瑞被敌人杀了，你一下就相信了？在我跟你喝酒的时候，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傻蛋都能明白宋伟有多么可疑，啊，你就这么信了？我来告诉你，那天晚上，你的确撞到一个人的怀里，这个人跟你说马德瑞已经死了，你也就这么信了，因为这个人你不得不信，他就是你的连长王叔。放你娘的屁！你干什么？这是组织调查，松手。
这是马德瑞头骨的相片，近距离击杀，也就是盯着太阳穴被击中，是一把毛瑟 M1932 手枪。你们全连剩下的人中，只有王树才有一把这样的手枪吧？正宗吗？带着呢。成。谁为你？这个死孩子，你！竟然能亲手杀死自己的老乡。接下来你要调查谁？我们几位衙门人抓你玩意好不好？好。向后蹲。下楼。杨科长，是军区孙田同志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当兵几年了？
三年了，三年，三年就他妈当上少尉了？啊！军校毕业生吗？ 猜的真准，猜的真准，这是啥地方啊？副转科，专和咱当兵的打交道。嘿，新兵蛋子，有啥事儿就问吧。那年九月份，你们连在杏山岭几乎全军覆灭，首长也牺牲了。嗯。 我想知道马德瑞首长与连长之间的关系。行，你小子直来直去。哎呀，作为一连之长的王树，他和我们首长之间那是有矛盾的。矛盾？什么叫矛盾？ 人的地方就有矛盾，有矛盾很正常。那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的？眼睛，当时连长的那双眼睛，都他妈过去11年了。 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，连长，咱们自己。 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准备战斗。敌人数目不清，一排长立场不明，不能动，谁都不能动。那是一排长，可能是个全长。 兄弟，回家吧。弟兄何时再相见？含泪别兄好伤心。
后，我们连长就再也没笑过，也从没主动和马德瑞首长说过话。那会儿，就连我们仅有的高兴时候，连长都没笑过。你们还有高兴的时候？高兴的事那当然有了。就看你呀，找不找。哎，那是接应我们的游击队长来了以后。叔，你受伤了，不碍事啊。连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连长，这次根据你派来接应我们的游击队队长，可找到你了。我是张哲，这是我的通讯员狗剩，这就是我们护送的首长。哦，首长。你们能进来，我们就能出去。太好了。是。这，咱不是有一个连吗？这。哎，坐坐。哎，好。同志，你们是从哪个路口进来的？从北边山后头。啊！哎呀，我差点给忘了。什么问题？来的时候啊，根据地首长让我给您带个信儿。前几天您媳妇生了。男孩女孩？哎呦，我忘了问了，在根据地平安得很。哎哎哎，首长，你别生气啊！对不起，是这样，我们村吧有个习俗，就是穷人家孩子要是有了娃，全村所有男的都得过来弹他个脑瓜崩。那你想你的娃我们也见不着，就只能弹娃的爹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过来，你先。首长，对不住了。首长，您吉祥。首长，对不住了。连长，你也弹一个！哎呀，走，弹一个！闹够没有？闹！这是我们护送的首长。连长的心思我最清楚，大家都知道。
我们身边的几十个兄弟都没了，小鬼子还包围着我们。你知道首长是怎么死的吗？警卫连的报告说是鬼子打死的，可头骨的枪伤不是。我不知道，是谁告诉你首长死了？ 是王树亲口告诉你的，你写一份证明吧。一定要写啊！必须写。 孩子吗？男孩，2岁了。回去吧，不送了。 王树告诉他的。他并没有看见首长的牺牲。怎么样了？有结论了吗？军长打电话来过问呢。结论还没有，只是有了方向。一有结论，我马上写报告。行啊，你小子啊！哎，对了，明天上午王树被带到军部，你们可以去调查。太好了！ 王树到了。等着我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会叫你带他上来。这是我们军法处的冯处长。你好，冯处长。你好，我是军保一处孙田。好。 跟我来吧。好，王树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在一次突袭行动当中被敌人俘虏了，前不久才通过战俘交换回来，目前正在接受审查期。按规定，不允许任何人和他接触，但既然是陈军长亲自打来的电话，哎，怎么？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不能这么说。王树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。 但被交换回来的战俘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。按规定，我们必须在场。 王树同志，我是军保卫处的。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吗？不是
44年老马牺牲的事吗？对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当时我们都写了报告了，老马是让鬼子的榴弹打死的。王叔同志，谈谈首长马德瑞牺牲的情况。冲出山洞，周围都是鬼子，我带着人打掩护。我知道宋伟背着老马跑了，我追着找过去。宋伟也在现场。王叔，再说说战士大刘是怎么死的？谁有烟？说呀，战士大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是烈士。胡说！战士大刘是被你勒死的，洛霄看见了。大刘是烈士。什么烈士？那就是你亲手勒死的。不是，和鬼子打仗死的都是烈士，这是老马说的。什么态度你？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还生气了？什么态度？孙连同志，消消气儿，消气儿再说。我没事儿。你说他什么态度？杀了自己战友还这样？洛霄呢？在下面。走，问我洛霄再说。是连长也到了吗？对，他到了。我问你，你当时听没听到首长与连长之间的谈话？我知道，渡河那场仗，连长的心情非常不好。首长发现了。你去吧。是。他们说的什么没有听，你可以去问问连长。
现在是问你，你一句都没听见吗？想想，只听见最后的两句。再怎么说，老子他妈毙了你！你毙不了我，我有枪。连长，这真是你们连长说的？这么说，连长多次提到首长的死。两次。这不过是个任务。让人下去，咱们都得死。我们不过是陪葬。白白送死没有意义。咱们的警卫连这个种都留不下，他们废话，我崩了你！要是首长先，你再说一说首长牺牲时的事儿吧。俺说过了，再真实的说一遍。首长是被鬼子的榴弹打死的。洛夫营长，你是军人，你要知道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必须说出真相。那是一场噩梦，俺不敢回忆，可确实看见了。你看见了什么？这都是你亲眼看见的，是不是？那枪声是毛瑟手枪的声音，对不对？王硕，马德瑞首长牺牲之前，你和他交谈过吗？交谈过。
是在过河以后，他来找我。回来，坐下。大刘是个好战士，是烈士。一排长也是烈士，是烈士。被鬼子打死的都是烈士。一个连我过一条河，剩一个班了，难过个屁！死人算什么？是不算什么。接任务的时候，连里每个弟兄都做好死的准备。一下死这么多人。我总能哭吧？来不及哭。军人的生命本来就不是自己的，我和你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没选择。不一样，你的命和我们的命不一样。你的命贵，贵多少？官越大越贵。39年，我们打死日本中将阿部圭秀，那干死他一个人，要比干死3000个小鬼子影响还大。职务高低只是对战争的作用不同。人格和命都是一样的，我他妈也想活下去。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呢，不知道是男是女。全脸基本快光了，你没错，你一定要争取把这十几个活着的兄弟带出去，将来都是骨干。我们全连首先是要保你出去，你的命贵呀！你他妈再怎么说，老子毙了你！你毙不了我，我有枪。连长，连长，那边我们发现一山洞，快，全撤到山洞里去。是，洞口100米。射双杠，把哨长背上。我们已经找到了首长马德瑞的遗体。马德瑞是头部中弹，死于手枪的近距离击杀，弹痕鉴定是你的手枪。洛霄看见了你开完枪的动作，说几句吧。老马
就是被鬼子刘丹打死的。有些事，你永远都不会明白。你说什么？老马不是老马，老马是我们的任务。王树同志，历史上的疑点，组织上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你必须说出真相。另外，你要清楚你现在自己的身份。你是刚与美军交换回来的战俘。孙天同志，我认为你后面一句话说得很不得体。他没有说出真相。连长，杀害马德瑞的凶手找到了，王树。奶奶，吃吧。孙英他们牺牲啊，就是想让我们多吃点好饭。嗯。谁呀？是我，陈小娟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？王树，王树自杀了，在医院。啊！处长，他用头撞墙，撞得很重，我们大意了。
处长。你们知道王树在志愿军的部队领导和同志们是怎样评价他的吗？战斗英雄。立刻停止调查，你们回处里上班，我去向军长汇报和解释。处长，我错了。全错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下棋呀。下什么棋？我得知道我是怎么被将死的。你知道我得来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是今天。马德瑞不是王树杀的。从生理上说，王树当时左手被鬼子打伤，右手食指切掉两个关节，造成永久损伤。王叔，你受伤了。后来我知道，他的手让蛇给咬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自己切掉了手指头。从心理上说，王叔更不可能向马德瑞开枪。你一定记得为首长突围的事儿，王叔差点毙了你。王叔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，对吧？就在昨天，为调查马德瑞之死，王叔自杀了。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可首长到底是谁杀死的？我想了很久，这才知道，有一种可能。是你和我这种胆小的人都做不到的。说实话，当时你想到了吗？哦，事先没有料到，但它发生的时候，又觉得好像早就知道似的。
放在你们心里11年了。说吧。哎，小孩儿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有枪高吗？虚岁17，当然比枪高了。我看你也就15。我17。说大了。你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一下子被震动了。第一次在那种环境里感到，首长是我们的长辈、亲人。我一定要背着他，冲出鬼子的包围圈。殿下，大快！叔啊，扶一把啊，这这这这，师长，你们活下去，多杀鬼子。师长，别动。王叔。首长，任务撤销了。记住，我是被鬼子榴弹打死的。我是被鬼子榴弹打死的。你不了解王叔，更不了解警卫连。宋伟，首长的话听清楚没有？不能改口。首长，不是当着鬼子的面宁死不屈的，但他是一个英雄，他是为了我们。
生个胖小子吧。王叔，任务撤销了。你一定要争取把这十几个活着的兄弟带出去，将来都是骨干。记住，我是被鬼子榴弹打死的。那天的雨。